这场上全是炮台，呵呵，太牛皮了，满地的炮台啊，太精彩了。新武器绞吸式榴弹炮，哇，有点小帅哦，有种重拳出击的感觉啊，看着威力就很大。上吧，小炮台，开始加速，哇，这炮台丢丢丢丢丢的，整个都不用我们输出了呀，兄弟们，呵呵，哇，这放的炮台有点帅啊，跟狙击枪似的啊，这么快啊，高射炮啊。它这个持续时间跟冷却时间专精点了以后是持平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时刻都能保证两个炮台在场上，哦，太爽了，用起来也非常简单，快速的扔两个炮台，然后开 E 给他们加攻速，哦，兄弟们干这两个小炮台打的辣椒一个快呀，狂轰乱炸了，加攻速给我狂轰乱炸起来，哇，这种不用自己输出的感觉好爽，哇，之前过不了的关卡轻轻松松就过了，牛的牛的，上啦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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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只管跑就完事了，你看看这小炮台太给力了，而且在你这个 E 技能释放期间啊，你再招这个小炮台它也是直接吃这个攻速加成的，这个设计蛮好的，也就是说你招出来它就是加攻速的状态，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玩一玩，还是非常快乐的。原码专精呢是这样子点的，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。你们觉得还有哪把新武器好玩呢？